好，我就行，我就说我跟你跟到底，我想试试嘛。我打远程服务电话，远程服务电话那边两个小时，你知道我这些天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就在这打印机上，俩小时我就教我怎么下载一个东西，然后怎么安装一个东西，然后哎呀哎，实时工具箱怎么打不开呢？哎呀，那我没办法了。最后说，直到你的耐心全部被磨光了，最后说算了，不退了，我解决不了了，那我退吗？他说不行，还有下一个程序，你搬到维修站啊，维修站。我说我一个人那么大机器怎么搬呢？他说可以上门，150块钱。又是一个好，150块钱，我不是150块钱，我也没给他。他那就是因为他没修好。对，那个师傅来了，他有意思了，来了，给我说，我不能给你开这个证明。我说那你给我调，对吧？嗯。他说啊，这个硬件没问题。我说那是不是偏色？他说对，是偏色。我说那就调软件。他说软件我无法解决，我调不好。我说他妈，最后我逼急了，我说你给我写个检测证明。最后他写了，无法解决。好。好，你承认了，对吧？嗯、我拿着证明又去找这个经理，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最后退成了吗？我给他写了，他说，这个证明不行。哎，大哥，现在要退啊，我们还要有一个什么 DUO 程序，就是什么、哎，你把机器搬过来，我们再跟惠普的什么怎么怎么着，但是他们最后要不同意退，我们也没法跟你退。最后我都弄成什么了，你知道？最后我说，得了，我赔点钱，你们这吸骨嘛，激光打印机。咱们做结论吧，你拿刀了没有？咱们先说你，没有这好，你的故事已经讲了很多。我跟你拿刀了没有？就是说 你的愤怒是什么样？我想看你的愤怒的表现。我的愤怒的表现，你知道吗？我当时我想我拿个 DV 啊，我想做个行为艺术发到网上去。嗯，我想对着网上，我说我把这个整个过程说一遍，然后我拿一大锤子，咣给砸碎，砸了。后来我拍了一点，我觉得有点惨，有点像那个日本武士剖腹的。不是，我就说你看这种现代社会啊，我感受到了上访者的经历。没错，你知道吗？谁说中国人、啊？你只是感受，你知道我去当过上访者啊。这个故事我不讲了，我就讲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你去吃饭，你突然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菜好像不太对劲儿啊，你跟他商量，因为我们来吃饭，我们不是找麻烦的。你知道，常常的服务员就讲，我们这儿就是这么做的。你告诉我，你这冷着的火蹭就窜起来，这怎么全世界的都是那样做，就你们家是怎么做的呢？你说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火是怎么来的？刚才你就说谁说中国人不会踢足球啊？除了足球场上哪儿都是足球高手，那这传球传的跟西班牙队一样啊！你我就想到多少、普通的消费者或者一个上访者，他就是这样面对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等啊！你把我支到这儿，哪把我支到这儿，最后能彻底把我绕晕，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就是根本上他还是不平嘛，像这样的事情应该很简单，嗯，哎，像很啊非常简单，就是说有事情吗？我先给你换掉或者先推掉，对，然后我们再去找其他的麻烦去。对，我后来看他就说这个三包服务啊，都由经销商负责。我觉得伦理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你怎么走程序，你怎么打交道是你们的事情，嗯，对吗？哎，但是我想提醒你啊，文涛，就是说你看看你这一说，就是商家如何如何了。商家我相信固然有这样的事情啊，嗯，因为我是个商家，我站在商家的立场上的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不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戾气之重。嗯，我还是要回到刚才讲的所谓不平这块来讲。嗯嗯，因为说句实话，我经常讲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现在就是说真的这么缺钱，真的这么贫穷，或者真的这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问题，出了这个冤情的时候没有地方讲。嗯嗯，没有地方讲，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嗯，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嗯，那么暴烈一点的人就给你打一顿，那再暴烈一点的人就直接上刀上枪了。对，哎，那多数人是就忍了，忍了以后，你以为这个气出去了吗？没有的，就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一个小，对，忍字头上还一把刀呢。对，哎呀，真是。所以我做一法制节目，他们还有人说我叫包青天，我说什么包青天？我充其量是一窦娥冤。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消费者老说了，这得让张老师说说。不是，你们说的已经把我都绕晕了，因为我是一个对这种那个填表守则和一个就是去追踪一个非常技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对这种事情，已经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聪明的区域不同，你要在一方面好，你在另一方面必定是弱的。而现在生活真的是一个需要很多的。这种你要
解码很多很多的新的语言手段交流方式，就像你刚才这打印机，你说了几个数字我已经就晕了，我要面对这个，我其实这种事情碰到很多，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只好认栽，对，就只好我就认倒霉算了，拉倒霉，因为我一想后边我要为了收回我这个损失的话，我要花到更大的感情的时间的，哎呦，对，就是生命啊，浪费的这个，我还是想给你强调的，就是你赔不起，因为就是成本太高嘛。对，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你是很难，就是说彻底忘掉这个事儿，你没有了，没错，哪怕是你短期的彻底忘掉了，但是还是在你心里埋下了一件事儿，所以日积月累，对对对，早晚有一天你会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释放出来。人为什么脾气越来越暴啊？仇恨在心要发芽。哎，你刚才说这个，我倒感觉啊，其实一个现在进入一个专业化、程序化的社会啊，我觉得咱们社会里是不是少一种人呢？你比如美国哈，就这种代理人。对，你发现吗？你有什么问题？这个律师啊，哎呦，你这说的太好了。因为我在中国吧，比如说我当时就是出的书也很少，也有限，我也不需要。可能到现在为止，这出版社就给你就说这合同也很简单啊、比如三联书店出本书，合同都一样，你就填就行了，我都不用看。但是比如说我出个香港版，香港那表就比三联那表要复杂的多，复杂的多，我看不懂。而在美国，我这么一个小作者，我的代理人就把这些所有全变。我根本不用，他的利益跟我的利益是一致的。对，虽然我的版税他提15%，我觉得太值了。而且你看美国那律师免费的，这看见哪儿你环境被污染了，我帮你打，他最后有利益或者他有名声，是对吧？是。所以为什么咱们尊重这个维权的那些律师啊，是吧？他真是能帮到忙。对他当然当然当然，其实维权本来这个社会啊，不该有像我们这样的维权这种性质的维权律师。我们太不懂了。但是突然产生了这么多的维权律师，那他们这个维的权啊，还跟我们一般他说在美国那种维权是两回事情。对。因为美国那种维权还仅仅是合同上的呀，还是就是说你的这个你刚才说那种就是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这个维权是已经是对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不平的事件的那种，那得绝望之后，而且往往人命关天。